energy you did, all the effort you did. Come. 还有15分钟，老大已经绝望了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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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脑门上一根被咬了一个大包，看见吗？最后这个路，这种路走起来才有意思啊！小镇还是建在山坡坡上的。这个小镇很多地方有公鸡，有一个喷泉那边会有一个公鸡，这个徽章上又有。然后那个山顶还有一个城堡，也是一个教堂，修道院。是一个修道院，山顶上是一个修道院。我们想这两天我还是想去一下的，但是可能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才能上去。这边就要到他那个台阶了，这个就是那个小教堂了。这个小山呢，最早期在13世纪的时候是圣殿骑士教堂所拥有的。这个岛在这个之前也是有很长的一段穆斯林时期，每年的复活节都会举行非常盛大的游行仪式。他们会做一个仪式，就是等于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来，然后大家都举着火把从山顶一直走到城里边的一个主的教堂。这现在通往这个教堂的台阶一共有365个台阶，代表每天有一层台阶，每一年都是365天，所以这是这个教堂的一个特色了。我们要爬到这个山顶上去看一个教堂，看看我们一直从底下山脚底下那个城市那儿走上来的，要走50分钟，一个小时才能走上去。我想我们快到顶了。老丹 is totally wasted。我给大家看的一个有365节台阶的那个教堂，那边他们在复活节的时候会把耶稣像从十字架上取下来，一路抬着。走到这个山顶，就是我们现在要走的这个山顶，到那边这整个的游行就结束了。这还是蛮辛苦的。这个山和以色列那边的塔伯山很像，就是耶稣登山变像的地方。本身也是一个独立的山，也是有点圆圆的那种圆形的，像馒头一样的，在山顶有一栋建筑，这个山也是那样子。这上面这个教堂叫什么什么玛利亚教堂。 Show people my 如意。 Yes， 捡了一个如意。就很像一个如意的形状，你看像不像这几个双塔，好漂亮，亮晶晶的，跟打磨过一样的啊。这个山还是蛮高的嘛，你看我们爬了还挺高的，就是从底下路那边呢，城市里头走出来又走上来，这种路走起来也有劲儿的。那个刚才那种路就是不好玩，这边好多蚊子，爬山出汗就都来咬我了。脑门上一根被咬了一个大包，看见吗？好看，漂亮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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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洞里是啥？哎呀呀呀呀！这个洞好像挺深的哟。哦，不敢进去哦，里边太窄了。It's a very narrow in the end. I don't think so. Until one point looks very narrow. Maybe if people don't wear too much, and then you can squeeze in a little bit more. But you don't want to stuck in between the rocks. Yeah, I think it's this typical kind of Look,
哇，好大的树呀，这树非常的老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哇，非常古老的感觉哟。从这边走出去看一下吧。哎呦哎呦，已经要躺地上按摩了，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哎呦哎呦，哦，好摸摸，哎呦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看那只小肥猫，哎呦又来了，阿姨这么热情，给他点个赞吧，必给他投两个吧。还好我抓到了，否则摔掉地上破掉就完蛋了。你这是啥动作？你是狗吗？瞧那只一只脚在踩奶。地方应该有一个小小的简单的住宿的地方，一般都是那种没有单间的大通铺的，每个人一个床位那种。很多的是徒步旅行者在半途在山中呢，他们会有地方可以住，一般这种修道院之类的也会提供这样的设施。可以看那边晾了很多的统一颜色的床单呀什么的。